欢迎收看本周国际 Plus 欧洲观察，我是张允熙。本周加入我们的一样是智宇，欢迎智宇。允熙好，大家好，我是智宇。好，要先来关心的是乌俄之战是不是可能会有新的变化了？因为美国方面呢，终于同意他们要让欧洲国家开始训练乌克兰的飞官来驾驶 F-16。对，我们要来看到，其实大家想说，好像美国说要提供这个乌克兰 F-16 讲了很久，没错，但是其实好像五月大家就有印象了，没有错。而且呢，其实当然有战机，当然有对应的相关的训练，对，这个乌克兰的飞官嘛。那我们讲说，这些欧洲国家还是像是丹麦啊、荷兰，在之前组了一个战机联盟，他们需要可以力挺乌克兰，因此有这样子的一个阵线，预计呢在八月份就会针对这些乌克兰的飞官来进行训练。没错，其实哦，乌克兰很早就说他们希望能够 F-16 了，他也提出他想要 F-16 的这款战机叫战准哦。他说呢，他有更先进的雷达、更先进的感测器，还有这个飞弹火力，因为 F-16 其实台湾也有嘛，这款战机其实已经这个开发出来蛮多年了，不少国家都有。那他也希望说能够获得比较新一代的。另外呢，大家知道说美方哦，当初同意就是可以开始训练这个 F-16 飞官的契机，也是因为说美国人自己有发现说，其实训练期不用很长，大概只要四个月就可以。对，其实当然这个训练的时间比预期当中的短一些些，是他们觉得可以来帮忙这个乌克兰的地方。但其实为什么大家想说乌克兰这么需要 F-16， 还是现在我们要讨论到乌克兰现在要进行到是反攻的态势吗？但是这个反攻看起来没有这么样的顺利，其实关键可能就是他们认为啦，这乌克兰的高官认为说就是制空能力的不足，这是为什么他们这么迫切希望可以赶快让这些 F-16 上到乌克兰战场的一个主要原因哦。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国际单位认为说，其实也许乌克兰拿到 F-16 并不会效果这么好，因为如果今天 F-16 加入他们的相关的这个机组编队的话，可能会打破他们现在的协调还有指挥的这个团结性还有协调性，可能都不会这么好。所以也许有了 F-16 反而对他们的战事的推进效果不大。而且呢，大家就认为说你应该要增加所谓的机动性的防空导弹，主要是因为现在俄罗斯的这个相关军队它的制空能力太强了，是，所以有这个导弹也许对整个乌克兰的战事反而是有利，而且有助于他们推进反攻拿回他们的领土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好，不过我们刚刚提到说基本上他需要四个月的训练嘛，对，然后呢他想要多少架的 F-16 呢？五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放出消息说乌克兰可以获得 F-16 跟获得训练，那个时候乌克兰说他希望至少有两个中队，一个中队是12架，所以是24架，那他们理想呢是三到四个中队，换言之他们希望有50架的 F-16， 蛮多的啦。对，可是允熙，我觉得在这一次的相关的举动当中，大家会特别讨论到为什么之前美国对 F-16 抓得这么紧，就是很担心说会不会乌克兰拿这一批的武器来去攻击俄罗斯的本土。Okay. 这的确就踩到了所谓的西方国家，我们说的欧美提供给乌克兰这些武器的红线。所以说现在美国在大开绿灯的状况之下，有没有可能其实也让这个战事会有更快结束或是再度升级的一个局面，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个地方。那我们接着要来看，就是这个战事焦灼的程度到底有多焦灼。我们今天告诉大家说乌克兰啊出师不利，军备损失近20%，基本上已经从乌克兰反攻之后呢，大家就一直在讨论说乌克兰是不是反攻不利啊，为什么进展这么的缓慢。现在终于有一个数字了，这边提到的20%哦，他是说从乌克兰开始反攻的2周哦，他们是损失了20%的军事设备和武器，然后他们就改变了战术啊。举例来说，他们就把这个加快推进的这个攻势呢，改变成说，是不是用长程飞弹？所以他们的战损呢，就缩小到10%左右。不过呢，这边有一个举例哦，他说像是这个俄罗斯就说啦，俄军摧毁16辆的豹式坦克。要告诉大家说，光是6月哦，乌克兰就损失了20辆的坦克。当然，豹式只是一部分而已。对，其实这也反映出来，其实现在很多的军事专家都认为说，其实从俄乌战争我们到底可以学到什么？其实非常关键的是，现在过去大家想说一些重鼓、坦克啦，或是海上的军舰等等，或许都不是一个决定战事推进的一个非常重的关键，而是重点在飞弹。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新型
形态的这个战事改变的逻辑之下，大家会这么注重飞弹。不过我们要来看到，其实现在为什么乌克兰是要求这些远程的武器还有火炮呢？其实非常重要的关键还是希望尽量可以拉开距离啦，因为以这个远程攻击的方式来说，其实对他们收复自己的领土可能或许会是有个帮助，这是现在他们很多的国际专家是这么认为。不过其实我们知道现在乌克兰哦，主要是希望可以赶快拿下乌东跟乌南，现在在这地方都是还是僵持，的确有所推进，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推进，有，但是这个程度并没有大家一开始想象的这么大，主要还是因为俄军哦，其实在整个乌东乌南有一个苏洛维金防线，就是之前他们的总司令呢所架设的出来一个防线，这边呢其实有很多不论是防坦克的这个地雷或是防人的地雷，其实都在这边有非常严密的部署，这次为什么其实乌克兰的确有推进，但是并没有完全的拿回自己领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才会说希望用飞弹啦，它就可以越过这种比较实体的防线嘛，毕竟飞弹在空中啦。那不过还是要来看最新的战况，是这个乌克兰呢，他们又针对了连接这个克里米亚的克赤大桥呢，发动了一波攻势哦，是在周一的时候有连续两次的爆炸，来看一下这则报道。在俄乌战场，永远不知道头顶有什么。火箭弹砸中前方另一辆车，满天烟尘，车窗被震出裂痕。这是乌克兰军突袭赫尔松俄军占领区的画面。而在乌东，好好睡觉的俄军被乌克兰士兵活捉，因为最近几天乌克兰在巴赫姆特加速推进，树丛里用步枪手榴弹交战。想在巴赫姆特前线夺回领土，不只需要步兵奋战，中远程火力也相当关键。用苏联自走炮先对着俄军位置开轰，确定击中目标，步兵进攻才更有效率。但整体来说，反攻速度还是没有达到一开始设想的标准。Наше продвижение йде. Ну, звісно, противник також наші свої наступальні дії. От, і це ми теж відчуваємо. 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媒体访问，竟然这样说：那все попытки противника прорвать нашу оборону, а эта задача, в том числе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резервов, они не увенчались успехов за все время наступления. 但乌克兰的反攻计划不只专注短期成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继续信心喊话。Яким би не був російський терор, ми знаємо, що українська свобода все одно збережеться, все одно переможе. 所谓俄罗斯恐吓，就包含俄军持续攻击平民。Let's start in Zaporizhia, where according to local authorities, there were some 52 different strikes all across the region. 扎波罗热超过50起空袭，有些火箭飞弹落下的地方根本不是战场，而是住家。Сарай зовсім під мітлочку убрали. Були тут і дитина була, і жінка була, коли прилетіла. Ну, ми всі були в підвалі дома. 阻止俄军杀害平民，也是美国援助乌克兰高度争议武器集束弹的理由之一。The cluster bombs have arrived in country. I don't have a report for you today as to whether they have actually been deployed at this point. But if they have not yet, they will be in the coming hours or days. 美国和乌克兰都证实集束弹已经送到前线。俄罗斯国防部和普京生气开枪。Я хочу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статочный запас различного рода кассетных боеприпасов.различного рода. Но, конечно, если они будут применяться против нас, мы оставляем за собой право на зеркальные действия. 但普京说的并不符合事实，毕竟集束弹从去年开战以来早就是俄军常用武器之一。It's not a warning, it's an admission of lies, Victor. Russia has been using cluster munitions since 2014, not just since the February 22 invasion date. 不过更让俄罗斯跳脚的可能是战斗机。
美国点头让欧洲国家帮忙训练乌克兰飞官驾驶 F-16。 The president has given a green light and we will allow, permit, support, facilitate and in fact provide the necessary toolsfor Ukrainians to begin being trained on F-16s as soon as the Europeans are prepared. 乌克兰拿到的军务越来越高级，那普京手上的筹码到底还有什么？或许只剩黑海谷物协议，协议周一到期，但联合国和土耳其都还没等到俄罗斯同意延长。He's trying to certainly weaken the resolve and the resources of Ukraine. They need to export that grain.But the world needs that grain too, especially in Africa. 不过，相同的情况已经上演很多次。从过去经验看来，俄罗斯可能很快就会同意延长，确保黑海粮食出口。TVBS 新闻综合报道。好，同样跟乌俄之战有关的哦，这个最近蛮红的人哦，是英国的。这个国防大臣华勒斯啦，他为什么最近很红呢？因为他跟乌克兰的武器清单说啊，我又不是亚马逊，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啦。对，当然啊，当时是乌克兰的这个总统泽伦斯基拿了，据说拿了一个长串的清单给了这个英国的国防部长华勒斯哦。然后结果他看了一眼，当然是觉得蛮不满，他认为说这个乌克兰应该要对这个西方国家或是援助乌克兰的国家应该有点感激之心啊，所以说他还随口说出了就是我们又不是 Amazon， 就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但其实也展现是，我个人认为其实是展现一些西方国家态度。我个人认为他只能吃了。可能是吃了诚实豆沙包，因为这应该是很多西方国家的心声吧。但我觉得其实可以反映出现在很多西方国家对自己国家安全的一个忧虑跟重视，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国防部长，他本来就是对自己国家的这个国防安全有非常多的考量跟重视。尤其哦，他其实在前几天英国相关的单位采访他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觉得他在他任内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政绩就是他提高了国防预算，来到了240亿的英镑，相当于9691亿的台币，这个数字被他认为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绩，就是他感受到了其实现在国际上的所有的安全对他来说恐怕都不稳固。他认为说到2030年之前都还是一个比较动荡、比较危机的时刻，所以说提高国防预算是他的重责大任的话，大家可以想想，势必就会排挤到。所以如果他援助乌克兰的话，就会排挤到他自己国内的一些国防的部件跟相关的预算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为什么讲出这句话的动机。但其实我认为啦，其实他只是把他心里的话很诚实的告诉大家，因为也许在可能政治正确的态势之下，其实很多话是没有办法讲的，所以他才会被这个热烈的讨论嘛。我觉得批评他啦，因为不做的最大，因为他已经说他不连任了。对，今天为什么他又要上新闻版面？就是他说他不干了。那他基本上哦，就是在九月的时候呢，现在的首相呢可能会选择改组，那他就说啦，他九月之后呢，他就不要再做了。他也说他不会再角逐议员，所以。表示说接下来他就不会再有机会来担任大臣的工作。但是呢，其实哦，他是保守党内任职，就是在保守党执政的时候他是任职最久的国防大臣。他从这个大家还有印象吗？这个2019年的时候是强生嘛，强生之后呢还有特拉斯，然后到现在的苏纳克，所以他基本上是三任首相都是他啦。那他也说啦，他1999年哦就在这个苏格兰的议会哦开始加入政坛，所以他从政蛮久，感觉是心蛮累的啦。对，其实我相信他其实只是就他们的国防安全提出了这个他应该要说的话。或许大家会觉得他跟苏纳克英国首相的这个论调有点不太一样，但其实我觉得事实的往另外一个角度讲，有没有可能其实英国也有这种声浪，而且苏纳克借由他的口中来讲出他可能的论点，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讨论点啦。对，那另外呢，在法国部分呢，居然还是暴动，我觉得真的很久了。那跟暴动有关的呢，是我们有提到说，其实法国国庆的时候，他们有禁烟火嘛？对。那那个时候禁烟火就是说，哎，因为这个大家放烟火啊，烟火可能会变成一个攻击的武器啊。他现在进一步呢，是干脆禁止大家去示威，同样是跟国庆有关。他说国庆日警方已经很累啦，你们来出来示威干嘛呢？所以他们就有个禁令哦，从12号一路到15号都是不能示威的，但这让示威团体当然是相当的生气啦。对，因为其实法国就是强调自由、平等、博爱嘛。没错，当然自由的国家怎么能可以限制民众走上街头表达他们的意见呢？对。不过我想这个禁令呢，对这一些这个政府单位来说，真的是
不得不下的一个决定，因为我看了一下，其实我们知道从之前今年年初，不论是年金改革到之前前一阵子的我们说的相关的英国版的黑人运动也好，甚至到现在，其实一连串的这个示威游行，不要说暴动了，我们讲示威游行一连串下来，其实最辛苦的还是警方还有相关的执法人员。而且我看了一下，光是7月14号法国国庆这一天哦，其实他们就出动，光是在巴黎哦就出动了10多万名警力，但是其实他们也要休息啊，据说隔天就10000多名的警力是休息状态，所以我想他们真的应该是累坏了才会出此下策。那让这些团体更不爽的呢，就是这个法国的法院就跟法国政府一唱一和啦。大家还记得之前这个法国总统马克宏他提出这年金改革的时候，法院不是帮他背书吗？这次呢，他没有提出禁令了，法院同样背书。法院说啊，他认为说内政部的禁令是合法的，所以呢，在法院跟政府都说 OK 的情况下，基本上这个抗议团体就是也没辙了啦，他就是只能放弃了。对，我们只能说，也许可能改天再来，因为目前从时间上看来的话，其实这个禁令应该已经是解除了。对，那另外呢，德国的部分这个话题就比较轻松啦，是这个减肥药啊，它叫瘦瘦笔。大家对于瘦瘦笔有印象的话，基本上去年底的时候，台湾有一股抢购潮啊。那这个瘦瘦笔在台湾也有、哦，不过呢，大部分哦，台湾4款里面呢，有3款都是糖尿病用药，只有1款是可以用在真的减肥上头的。那去年为什么会有个抢购潮呢？就是因为虽然说健保啊不给付，但基本上国外都说它用在这个减肥是 OK 的嘛，所以台湾很多人就自费买一针1000块，大家也是疯狂嘛，所以才在去年底的时候变成说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跳出来说我都没有糖尿病药可以使用了。那今天的这一款呢，同样哦，它也是糖尿病药，然后呢在这个减肥药上面相当成功，所以它高剂量以后就做减肥药来使用。那在德国引发的讨论，因为德国也说它不要出钱。对，其实以这个德国的角色来说，我个人觉得是蛮合理，因为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医疗用的一个相关的用品，其实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恐怕还是会排挤到一般糖尿病患者的权益了。而且其实在台湾来说，刚刚其实允熙有说去年台湾年底的时候真的很抢这个瘦瘦笔，刚刚他说1000块，但我看到的资料是如果在当时缺货的状况下，一支10000块都有可能，所以让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其实是觉得蛮不满的。为什么其实这个瘦瘦笔会爆红呢？还是跟去年的时候，这个特斯拉的这个老板马斯克其实就用了这个方式，加上呢节食，让他一下子就瘦了9公斤，所以让大家会觉得蛮羡慕的。也因此这样子呢，这个瘦瘦笔其实在国外爆红，连带也让他们的药厂的公司股价暴涨。而现在卖到德国去，也其实遇到了不少阻力。但我个人觉得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减肥当然还是少吃多动为主，用这种方式难免会有后遗症。像这个瘦瘦笔有什么样的后遗症？没错，基本上这个瘦瘦笔哦，它是糖尿病用药嘛，所以它是个肠泌素的针剂啦。那专家有点出说，其实要注意哦，有些人可能出现像是呕吐啊、恶心啊、体重下降，或者甚至会有一些忧郁的倾向。那刚刚有提到说台湾其实有4款嘛，那每一款哦能够减重的程度也是有一些不同的啦。那像这个爆红的这一款啊，就是德国不愿意出钱的这个马斯克用的这一款哦，它其实呢它在30天内瘦了9公斤，那它基本上也是这个原本是糖尿病的，但它变成这个瘦瘦笔之后呢，它就是一个高剂量的，所以还是建议说应该要在医师的处方之后才可以使用。对，而且其实现在在欧盟也盯上了这款瘦瘦笔，因为传出因为你使用这个瘦瘦笔可能会出现比较忧郁的倾向，所以甚至有可能会有轻生的念头，所以现在欧盟也针对这一款相关的瘦瘦笔啊，相关的针剂，其实也都是有所谓的盯上的情况。好，那另外德国要来关心的是，我们之前啊一直有讲到说，其实这个欧盟国家啊，希望说能够跟中国大陆有些切割嘛。那德国呢，他们就公布了首份的战略哦，对中的战略。他提到说，他们要加强审查对中的投资啊，另外也要鼓励企业哦分多元的投资，减少依赖中国。因为大家知道说，其实德国很多车厂啊都在中国大陆有投资嘛，所以他们也希望说，是不是透过政府这边哦，能够做一些这个鼓励啊，希望说不要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上。那德国当然还是说了，他们希望能够跟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不过这个对中战略一出哦，中国还是跳脚。来看这一则报道。Repressiver nach innen, offensiver nach außen. China hat sich verändert und deswegen muss sich auch unsere China-Politik verändern.
德国政府13号公布史上第一份以正式文件推出的中国战略报告，64页内容中去风险与降低对中国依赖是总体目标。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当天在欧洲最大中国研究智库莫卡托中国研究所介绍中国战略时，公开向德国企业发出不要过度依赖中国的示警。Deshalb werden Unternehmen, die sich in hohem Maße vom chinesischen Markt abhängig machen, in Zukunft das finanzielle Risiko verstärkt selbst tragen müssen.贝尔伯克并强调，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带来的教训下，要避免单边依赖造成的后果在中国重演，例如在稀土或者药品领域，当前对中国依赖较深。Und wir können uns einfach kein zweites Mal das leisten, was wir uns leisten mussten durch den russischen Angriffskrieg, nämlich über 200 Milliarden Euro gesamtgesellschaftlich dafür aufzuwenden, dass wir uns aus einer Abhängigkeit befreit haben.而北京当局持续扩大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解放军在台海时不时的蠢动，还有在周边海域持续军事扩张，令德方对潜在风险倍感不安。Daher können die Spannungen um Taiwan uns nicht egal sein. Eine militärische Eskalation wäre auch eine Gefahr für Millionen von Menschen, und zwar weltweit und damit auch bei uns.德方强调，台海现状只能通过和平，而且双方都同意的方式改变，并且指德国将会扩大与台湾的密切关系，但同时德方仍将遵守一中。Wir wollen uns von China nicht abkoppeln, sondern Risiken so weit wie möglich mindern.这份把合作与去风险并列的中国战略报告，因为德国执政联盟内部意见差异较大，历时多个月的协调才完成。然而，战略文件发布的时间点就选在中国大陆总理李强亲自走访德国，以去风险为名，实行脱钩断链之时，那就违背了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在当地公开批评去风险做法之后，显见德国当局软中仍带有坚持的立场。报告对于德国企业虽然没有实际约束力，但德国工业联合会已经表示欢迎。今年初宣告投资50亿欧元，在自家德国建立12寸晶圆厂的半导体大厂英飞凌，也认同当局推出的中国战略能帮助企业做好风险评估。Also wir begrüßen die China-Strategie, weil es hoffentlich uns klare Rahmenbedingungen gibt, die natürlich die Politik setzen muss.已经在中国深耕30年的德国工业巨擘西门子也把目光转回自家，13号宣布斥资10亿欧元在德国建新厂，还表明要对欧洲和美国进行更多投资。当天在西门子工厂参观的德国总理肖兹，则重申去风险以及原料多元化的中国战略方向。Wir stellen Deutschland breiter auf, diversifizieren unsere Lieferketten und die Versorgung mit wichtigen Rohstoffen. Sie kennen dabei unsere Devise.除了德国推出中国战略，明确对中方的立场之外，英国国会13号也发表中国报告，直指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以及持续扩大的间谍活动，不仅带来严峻挑战，更会对自由民主体系构成生存威胁。China has taken advantage of the policy of successive British governments to boost economic ties.And this has handed China a strategic advantage.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readily accepting Chinese money with few questions asked.报告揭露，北京当局透过庞大的情报机关，试图影响渗透英国各个层面，相关行为已经逾越界限。但英国政府只着眼于短期经济与投资利益，忽略长远风险。英国首相则以书面回应称，当局已经采取措施减少科技上依赖中国，更指中国对国际秩序已经构成划时代挑战，将与盟友共同应对。中国是机遇，不是风险。把中国当作风险的来源，完全是搞错了对象。对于欧洲各国的提高警觉，北京当局继续以认知错误回应。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下，参与者们各行其道。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